金银花，古人有一个常用的用法，就是调理皮肤问题，认为它非常好用。我们可以配上甘草一起，这样更保护脾胃，也就是银花甘草茶。还可以配玫瑰花、茉莉花、川陈皮和甘草，这就是三花陈皮茶，可以预防面部长痘，清新口气。此外，平时容易有皮肤问题的人，可以用金银花来泡澡，取500克金银花沸水冲泡后滤出汤汁，用汤汁来洗澡或泡澡。泡过的金银花在洗澡时可以用来轻轻擦洗身体，洗后不用清水再清洗了，直接用毛巾轻轻擦干，最后涂抹一层身体乳。身体乳不能够含有香精或日敏防腐剂的成分，这一步很重要，皮肤要做好保湿才更容易恢复。如果皮肤有破损，那这个部位不要泡，最好是冲洗，避免感染。